你咋才出来呀？我以为签完生蛋糕就完事儿了，谁让他们喝多了就开始叭叭叭叭叭。行，你快上车吧，赶紧走吧，冻死我了都。喝点酒让人接我，你这么不耐烦、啊？啥不耐烦的？那我问你一句几点下来？你说马上了。问一句说马上了。这马上马上都快一个点了，我不冷啊。是故意的呀。行了，你快上车。谁呀、啊？这款照开不过去啊？加灯片啊？不用，我男朋友来接我了，俩一块回去。看不冷哎，这玩意今天骑个小电动啊。不是。什么了不起的，开了个野马。那你说那四个轮的和电动能一样啊？那肯定不一样啊！咱这电动又低碳又环保，然后还能抱着你，离得你可近了。哎，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，你为啥不拉拉链？哎呀，哎呀，夹脖子了。穿秋裤，我看看。哎，你不骑了，烦死了。不是，这天太冷了，咱俩给车停这儿，明天我来取，然后打车回去呗。能给自己裹严严实实的，我肯定不冷。啥不冷啊？我搁这等你一会儿，我都冻够呛。咱俩要骑这个回家啊，咱俩得穿俩冰棍儿。我不想你明天一大早跑那么远来取车。哎，你带我去吃串呗。你不刚吃完饭吗？吃啥串啊？我刚才牙疼，没吃几口。你牙疼不吃饭跟我啥关系？那不吃了。哎，吃，吃哪家儿？就吃你上回说好吃那家呗。行，我上车啦。啊，你牙为啥疼啊？今天？因为我不想你想的。哎哎哎，得了吧。第一口给你吃。去。哪来的茅台呀？他刚才点了一堆酒，散场之后没人喝，没人要了，我就拿过来了。你这啥意思？刚才没喝够呗，现在还整点？行了，你这今天不管我喝酒了吧？跟我喝行，那你要跟别的老娘们喝，行。干杯。